The Truth 呢，我这个 video 我们是以 mystery 的方式去呈现的。故事大纲是说，女主角最近一直跑出去，她的哥哥很担心她，她家人也很担心她，但她自己又发现自己被跟踪的迹象，原来跟踪她的那个人就是她的哥哥。录制 The Truth 这个影片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一直都在跟时间和天气赛跑。为了让我们的影片在足够的阳光下呈现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直注意着时间和天气，因为万一拍摄的时候一下雨，我们的影片和计划全部泡汤了。但万幸的是，到最后我们都把影片都照计划的拍好了。